吃饭，豆腐菜。南瓜。今天吃青红泡椒。这是属于我们这边的青红泡椒，虽然这个是一个青泡椒，一个红泡椒。这个泡椒拿来炒菜，炒肥肠，炒鸡掌，炒猪肝，炒鸭爪子，鸡爪子，这些才好吃。
纯属酸辣粉，有一阵子没有吃了哈。鸡蛋，溏心蛋，好香啊。